我是麦克，我要疯了。粉丝们不分日夜不间断地催促我去玩爱与突围。经过与他们的深入交流，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暗区突围中老六横行，导致我的众多粉丝吃尽了苦头。有人只玩了两天就成了富翁，有人玩了半个月还光着腚，更有粉丝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却被老六阴得几近崩溃，一怒砸手机。于是没错，我来了，欺负我的粉丝就是欺负我，凭借我专业过硬的技术，甚至连枪都懒得带。颤抖吧，暗区那些可怜的老六们。进入游戏先查看地图，确定自己的位置，然后再检查一下武器。嘿嘿，我的刀法不错吧，看我一会儿一刀一个老六打哭他们。听，有枪声，机会来了，我跳。什么声音？我有人，来不及跑了，拼了。哎哎，该死的，我被人刀死了。看我一会儿一刀一个老六打哭他们。我是麦克，我又回来了。野外太危险，还是房中更安全。这里貌似发生一场战斗，我得谨慎一些，毕竟小心驶得万年。我，我是麦克，凭借专业过硬，终究我还是很快适应了这里的节奏，一路过关斩将，至今已经淘汰十个游荡者，三个特遣队员。而此时，携带着超过十万支具的物资，我选择一条隐蔽的路线，谨慎地向撤离点走去。胜利就在眼前。谁打我？不好，有附近我，赶紧走！我的十万物资呀！我是麦克，刚刚从鸡蛋的心形中平复下来，是我严重低估了暗区老六的阴险水平。我曾经有超过20年的 FPS 经验，什么样的老六没有见过？然而，淡定，接下来我需要用点脑子。再次返回暗区，我认真地思考了起来。前面是我大意了，小瞧了暗区老六的阴险狡诈程度。但是长达20年的游戏时间，我经验丰富，暗区突的老六倚仗的无非就是更加复杂的地形，所以他们的蹲点肯定不会太过固定。所以很快我就有了一条老六猎杀计划。哼哼，当然想完成这个计划，前期准备工作必不可少。比如我就在出发前特意佩戴了一款耳机，这可以极大增强我的听声辨位能力。随后我小心的探查，仔细倾听着周遭的动静，不放过哪怕一丝的风吹草动。果真我很快就有了收获，有轻微的脚步声传来，就来自前方的岗楼。找到了，他的枪口出卖了他。搞定！来，让我们看一下他有些什么好东西。哇塞，发财了！一般满配 AK-74N， 而且还改装了背景，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，搜一程不如等一人。我想，我现在已经逐渐找到那种猎杀老六的感觉了。嘿嘿，等死吧你们！马上要到撤离点了，但是这里草深厘密，保持警戒。哼，小鹦鹉门都没有。看到了吗，伙伴们，只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，戴好耳机，一些个老六不足为惧。前面这个老六我已经追杀他三条街了，拿着把消音狙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但这一次他逃无可逃。瞧，他又换蹲点了，先不打草惊蛇，等我绕到他的侧面。就是现在。啥？屁事没有，什么装甲这么厚实？但是子弹打不穿你，就是不知道你防不防火。轻松搞定，又发财了！一个价值20000的重型军用背包，还一把魔改版的消音高倍迷你14，价值30000呀，赚大发了！这趟收获总价值不下80000。一首经典老歌可以很好的体现一下地上这个盒子的美好心情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。我小心地取出两片杂牌止痛药吃了下去。走完了这整片的方区，虽收获肥美，却早已让我筋疲力尽，特别是紧绷的神经，一刻都不敢放松。前面就是出口了，我愈发的谨慎起来。这种位置通常都是老六的最爱。果真，哼，还想蹲我？我早已不是半天之前的我。早在百米开外，我就听到了来自汽车旅馆的枪声。而这一次，有队友和我一起行动，可以大大降低被老六蹲守的概率。这里有盒子，而且是未开启状态。说明那个老六就在周围，但是队友显然艺高人大胆，不管不顾地冲杀了进去，和我的谨慎小心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果真有情况，
这老刘太阴险了，竟然选择破釜沉舟，直接蹲在里屋，连一条后路都不留。真是可怜了我的队友，还是经验不足呀。哎，他给我发信息了，说让我把啥带出去，估计是打错字了，让我看看他都有些什么好东西。这也没啥值钱的嘛。看了半天，唯一好点的也就是这把莫西纳杆了，但是这将占用我的一个武器槽位呀。算了，这也许是他目前最值钱的家当了，就帮他一把。毕竟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后期肯定还会有无数个老六哭着喊着给我送物资。于是带着队友的隐切嘱托，我依然踏上了回城，一路上小心谨慎，躲过了一波波敌人的截杀，因为我清楚的知道我是他唯一的希望，绝不能让他失望。最终看到红烟腾起的瞬间，我彻底放下心来，安全了，我成功了。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此结束了，经过今天的奋战，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这种和暗区老六斗智斗勇的感觉，接下来也将会有更多的暗区视频送上，敬请期待。当然我也希望有更多有志之士踊跃加入进来，为进化暗区重围环境，清洁老六而战，我们的口号是让暗区无量。